但是不能没有底线。这些朋友瞬间。近日，高以翔、秦岚主演的《怪你过分美丽》定档，将于6月8日开播。8日凌晨，巴辣就晒出剧照为高以翔打 call， 并称 "Bored of you"， 你的新戏今天终于要开播了。虽然我可能还没有勇气看，但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支持支持。贝拉还附上了一张和男友度假的昔日旧照，分享甜蜜的过往。预告片中可见，剧中用的是高以翔的原声，磁性的低音炮让粉丝听了感觉很酥，眼神也很酷。但是看到心爱的女人，立刻变温柔。据悉，剧方对高以翔十分尊重，借他还原了他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，这也是演员高以翔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。在剧中，他饰演了精通民商法的雅痞律师莫北，与秦岚饰演的莫向晚将发生复杂纠葛的感情故事。此次《怪你过分美丽》宣布定档算是好事，但对于诸多粉丝来说仍然相当不舍。毕竟当剧集最后结局的那一刻，其实也意味着高以翔真正向娱乐圈说再见，也向观众和粉丝们最后一次道别了。喜欢就订阅呗。